们什么场面没见过？放轻松，来吧。每场突围战会有100名英雄共同参与，英雄们在长城集结，共同前往边境，消灭魔种和其他英雄进行发育，及时躲避沙尘暴和爆炸区，战胜 BOSS 湮灭之眼，获得最终胜利。前方有个宝箱，过去看看。别乱动，站在宝箱附近，等待宝箱开启。宝箱和魔种掉落的物品会显示在附近物品栏，点击物品图标，拾取它。前方出现魔种，去消灭它。消灭魔种能够得到金钱、经验和它掉落的物品，去解决它。宝箱和魔种掉落的物品会显示在附近物品栏，点击物品图标，拾取它们。点击这里使用药品，可回复生命值。掉落物品种类有装备、道具、 buff 和技能。继续前进，消灭魔种。以胸襟的名义，再来一下，解决它。把不需要的物品拖动到快速售卖栏，可快速售卖。有人出现，快去击败他。背包一满，点击拾取高价值装备，会自动替换背包中的低价值装备。高价值装备标有绿色箭头，可拾取替换低价值装备。恐怖的沙尘暴会逐渐弥漫整个战场，处在沙尘暴中会让人持续掉血，只有进入安全区才能避免伤害。红色是爆炸区，请记得躲避。沙尘暴开始入侵了，快去安全区。不要被欲望玷污。成功到达安全区。商店可以购买药品，用来回复生命。点击这里，切换到药品分页，选择恢复药剂，购买恢复药剂。点击这里关闭商店。点击这里使用药品，可回复生命值。生命值为0的玩家将进入濒死状态，濒死状态下可向队友呼救，靠近濒死的队友可进行救助。点击这里救助濒死的队友。当安全区缩小到最小范围时， BOSS 湮灭之眼会出现在安全区中，战胜 BOSS 的队伍或玩家即可获得最终胜利。最终 BOSS 湮灭之眼出现了，解决掉它，赢得最终胜利。恭喜你消灭了 BOSS 湮灭之眼，在边境突围战斗中，消灭湮灭之眼可获得最终胜利。